这就是我们海猴洞队的基地，厉害吧？哎，卡卡号终于修好了！哇，好快呀、啊！我香蕉都没吃完呢。你这香蕉三天都吃不完吧？卡卡号在哪儿？在这里，我把盗猎团的空间球改造成可以收放卡卡号了。太好了，这样卡卡号就能随身带着了。我也要一个空间球，用来装香蕉吗？用来装香蕉树，这样就永远有香蕉吃了。接下来去哪儿？哇，这附近有一个欢乐城，很好玩的样子。我是说，据我推断，盗猎团很有可能去了欢乐城。海上有轮船触礁，我们要马上行动。我们也去帮忙。我们可以处理，你们去追盗猎团要紧。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对了，我升级了卡卡号，以后也可以在水上用了。哇哦，太酷了！以后我要开卡卡号跟你出海，等我。出发。哇哦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欢乐城。哇哦，太多好玩的了，先玩哪个好呢？玩什么玩？咱们是来阻止盗猎团搞破坏的。我觉得应该先找到这里的市长，提醒他做好防备。那真是太巧了，市长就在那边。市长，请问欢乐城在开发什么新的娱乐项目啊？我们在策划一个大节目，但具体是什么，我先留点神秘感，请大家保持关注。每次说外星人来了，都没人相信，不如这次我们换一个说法，试试看。市长，我们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说。市长先生您好，我们在找几个调皮的外星人，他们喜欢捣蛋，希望您能帮忙找到他们。万一破坏了欢乐城的花花草草就不好了。这样啊，那我安排一下。市长真的相信了耶。大新闻，这两只老虎说有外星人来这儿捣蛋，你们快去采访一下。来到了。他们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市长不相信就算了，还让记者来拍我们。哎，就知道事情没这么顺利，不知道盗猎团。哇，盗猎团在哪儿？没有，我鼻子痒而已。拍到了，拍到了！快看，那只小老虎打喷嚏。队长，你看，那两只小老虎也来到欢乐城了。可恶，又是他们！赶紧行动，不能坏了团长大人的计划。别拉着我，他们这样取笑别人是不对的，我要找他们说清楚。我觉得还是赶紧找到银河盗猎团，阻止他们干坏事。灯塔在那边，快过去。是银河盗猎团。对，看那两只老虎在这里。老虎在这儿。这里的居民怎么这么无聊啊？老虎，老虎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他们在那里，别跑呀！别拍了，我们接着外星人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要抓的外星人就在对面，别挡着我们。外星人，我实在是忍不住呢。哦，快看，那边有只猪在天上飞。啊，是飞的猪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啊，他们终于走了。谢谢你救了我们，我叫卡卡，他叫琪琪，我叫莱莱，是一个小丑。小丑是做什么的？小丑就是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角色。哇哦，太好玩了，这里的居民一定很喜欢你吧。这是以前的事，新的娱乐游戏越来越多，大家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，早就不喜欢这种简简单单的开心了。简简单单的开心，就像你们刚才那样。那市长也不管吗？
市长就是希望大家这样。啊，那个灯塔和大舞台其实是欢乐城的发电系统，它能把大家对娱乐项目的关注转化成电能，为欢乐城供电，我们都叫它注意力发电机。这个系统好厉害呀！所以市长希望大家不停地关注新玩意儿，欢乐城就永远不会停电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刚才盗猎团他们好像说过，灯塔在那边，快过去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他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注意力发电机。啊！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电机有危险。为什么停了？一定是盗猎团在搞破坏，快去阻止他们。这东西可真重啊。盗猎团在那里。不好，他们想破坏用来储存能量的电池组，偷走其中一个，注意力发电机就没法给欢乐城供电了。站住！你觉得我会站住吗？哎呀，笨蛋，你们还真站住！前面就是墙了，不站住不行啊！我听到了，在那边。嘘。太暗了，看不清了。嗯。我可以帮你们。啊！来了，你。有件事我还没跟你们说，其实我是苏博士制造的机器人，我看到了你的背包和机械手臂，就知道你们一定是苏博士的朋友。难道这个注意力发电系统也是苏博士的发明？是的，苏博士把我设计成注意力发电系统的备用电池，一旦注意力发电系统出了状况，我还能为欢乐城供应一段时间的应急电量。一段时间是多长？你的能量耗光会怎样？一般来说我能支撑一天，可是现在欢乐城的游戏机和其他娱乐设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，只怕维持不了多久。如果能量耗光，你就不能变回机器人了，对吗？我们还有时间，振作点。莱莱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电池夺回来，我相信你们。快，还差最后一段路就到飞船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眼前只有一片黑呀！你们到底有没有键盘啊？再过三个路口就到飞船了，加快，趁现在还有灯。怎么又黑了？别慌，我记得方向，跟我走。你都快到了吧？那个，还有五个路口，走越走越远了。三四楼。队长别激动，趁现在有灯，加把劲儿，把电池还回来。怎么为什么不用夜视镜？三四楼，你这个笨蛋！你不是也没想到吗？哈哈哈！这下看得一清二楚了。哎呀，我的眼！你们到底戴还是不戴呀？烦死了！眼睛看不到，用耳朵听声音也能找到他们。在那里，嘿！三四郎，你拖住他们，我们把电池运走。不行啊，队长，你敢违抗命令？我是说，你往那边走不行啊，飞船在那边啊。波波队长真乖，把电池还回来了，谢了。三四郎，接住电池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哎。这可不能怪我，是你们扔错方向的。哼，不能让他们拿回去。上。两边各有一个。哎呀！下面有一个。结束吧。先撤退。
奇怪，灯怎么不亮了？难道刚才被盗猎团摔坏了？那怎么办？有了！啊，赖赖，你有办法了！我想到了一个新魔术。来了，现在电池的事情要解。我的魔术可以把电池变出来哦。哇，真的有魔法！来了，不可以，这样会把你的电量耗光的。我可是苏博士造的机器人，没那么弱。盗猎团就交给你们了，等打败他们，我给你们看我最好的表演。来了，你忍耐一下，我会尽快想办法救出你，也让欢乐城恢复光明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是那两只老虎得不到电池就把电池毁了。这次终于不用我背锅了。当然了，要是三四郎能把电池保护好就不会毁掉。发动下一个计划吧，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。你们带上秘密武器摧毁注意力发电机。欢乐城，我们又回来了。